欢迎来到稀有人格调查局，我是西西，孙胜西，我是 INFP， 今天福利篇，我的辣妹化妆师阿心思，事情是什么？是 INFJ， 马来西亚是什么 ？ISFJ， 所以你们差一个，但我们差很多哎，人格上是吗？差地缘，我蛮常觉得你们很像哎，他超怪的，你们两个都很怪。好的，我要问你们问题。在一个派对上，你会主动认识新朋友，还是等人跟你讲话？等人跟我讲话。我也是等人欸，我也是偏等人。但你们都不会有主动的时候吗？难道帅哥没有来？也有人在旁边没事的话，我可能会过去跟他。哦，我是完全不会。下一题，你相信一个人可以被另一个人改变吗？我相信，觉得可以。我相信。哇，怎么那么肯定？我本来相信，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欸，本质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改变。自己也想改变，然后刚好对方有提醒到他，你好像可以改变，然后我觉得就会改变。我觉得那个人我要很在乎他，才会因为他而改变。下一题，出门发现没带钥匙，你会马上想办法解决，还是先把今天过完？把今天过完。我也是，我就在气自己一下，可是最后就觉得反正最差最差就是起锁匠，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哦，大不了就这样了这种感觉。我好像想要先想办法哎，我敢说我就会赶得出来，但中间我可能会然后知道状况该怎么办。我是 N， 你是 N， 然后你是 S， 所以你会想一下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对，我不会到最后回到家前刻才会想，我很怕未知。对耶。下一题，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提早把行李收好，还是留到出发前才收完？出发前。我也是。提早。哇，因为小智也是出发前，太赶了吧。我是感觉快的，我就要当天化完妆，然后讲一下当天心情怎么样。如果是下午飞机，我可能中午还在整理行李。我通常就是可能工作完好洗完澡，然后开始整理，已经是12点了，整理到4、5点可能要直接出发了。下一题，约会的时候对方做哪一件事会让你大扣分？打嗝，包叫我微信。但如果太害羞、太紧张、太喜欢你了，爱怎么讲呢？会这样吗？马来西亚呢？我好像都还不会扣分。他什么都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就聊天呢，就是聊天不合的话，那聊天你会喜欢很大方的那种，还是收敛的？大方。我好像会选择可能偏收敛的，我会觉得有神秘感。那你就一直想话题跟他聊天。对啊，我都尴尬了，他还不赶快，我更尴尬。相处就是不自在，虽然我自己也容易让人家是是这样子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参与我的生气。来。